好，起源车进站了。我是刚刚列车长的 FIC 呢。11月，起源车进站了。11月19号，北新竹站，北新竹站哦，就拜新区间快车，8:44，我拍的是在新竹站通过一台区间快车，右下面个马掌门，到点我们到，一起逛后面，来这台电马牌，哇，超感动的，我在北新竹站拍摄，有一台区间快。在北新竹站已经通过，当然这台干嘛呗？哎，又一台 A7E4 啊，还有新竹的区间车啊，刚好啊，六家线的全车，当然这台干嘛呗？我下面的马掌门多多对我们大家，当然这台干嘛呗？北新。